好啦，智多飞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啦。第八场本地一级赛千百米香港经典杯准备。準備好了，一開閘的時候呢，那隻多明利稍微慢一點，前面快的嘛，大外檔有這個甜醬，中間位置呢就這個聚起包裝之寶，再在埋邊呢就是這個寶珊瑚內欄岸德美麗，中間呢還有智多飛的，後一陣的馬勒先見到有這個逐嶺風騷花月春風，再後面的馬匹有這個福島威威，外邊呢尾五紫色衫綠色帽呢就揚名飛飛來的，再後面的馬匹先見到醒目精英尾三多明利，暫時殿後一對龍的王朝和一隻就是甜橙來的，過這個千二米的段處前面包裝之寶在外面漸漸地跟住地位聚起，第三位的馬匹有這個甜醬，內欄第四岸德美麗，中間寶珊瑚，出面位置有智多飛，再後面內欄福島威威，中間位置還見到揚名飛飛，再在外面有逐嶺風騷，後一搭的馬有醒目精英花月春風，就留下留下留下去尾四的話，包了落尾幾隻馬就有多明利龍的王朝，暫時包尾都還是那隻甜橙來的。好了，轉緊呢個香港體育院灣，前面包裝之寶帶咧最起第二位咧，次序上喐動都唔大噶。甜醬響第三，內欄第四有岸德美麗啊，再喺外邊全程望空智多飛，中間寶珊瑚啊，咁啊外邊冚上多少有逐嶺風騷啦，最出咧仲有花月春風啊，跟住後邊就醒目精英，中間穩威揚名飛飛嗰啲馬，包尾仍然係甜橙噶。鬥到嚟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見到外邊有呢個逐嶺風騷啊，埋邊位置有呢個甜醬啊，再喺外邊打冲锋嘅马咧就系呢个花月春风，一路冚埋去嗰只扬名飞飞嗰度啊！中档位置咧仲有呢个醒目精英啊！最出上紧嚟仲有呢个甜橙噶，最后一百米逐领风骚已经系脱颖而出噶啦！埋边有第一个咧就系多明利大外档甜橙过终点第一名逐领风骚啊！第二名咧有呢只甜橙啊！第三咧就系多明利啊！咁啊睇嚟最后嗰一步咧呢只逐领风骚顶到嘅机会系相当大啊！咁佢就直路又走甩咗多少先？反而甜橙咧，全程大包尾轉彎大外檔，一條直路掃上嚟，終點嗰步，哇，其實都好近喎，又要影相啊！好啦，見到呢只逐嶺風騷啊，哇，一條直路行先，咁啊，頂唔頂嗰只甜橙咧？應該得啦啩？要影啊，要影啊，好近噶兩隻。逐嶺風騷同埋甜橙係非常接近啊！第四咧，哇，都近喎、啊。係啊，第三啊多明利，第四咧，哎呀，一熱一冷。揚名飛飛同埋呢一個智多飛啊，兩隻飛都要影個第四啊！哇，好緊張啊呢場。兩隻五就十六倍，咁啊，如果甜橙咧就七點四倍，兩隻都係六架噶。好啦，睇翻呢個巡邏影片啊，睇下呢個逐嶺風騷擺邊個位先，一出閘順其自然啊，走前面啦。騎嘅咧，咁其實見到中間啦，佢係聚起啦，開面嘅甜醬同埋包裝之寶啊。其實包裝之寶走走下都同我嗰只聚起走得都幾快嘅前面啊。聚起啊，真係用呢一招喎，用翻佢嚟香港之前贏嗰啲喎，都係擺前面啊。不過係咪甜醬係咪擺啲位啊？系咯，唔明唔知道啊。咁你初跑呢个路程啊嘛，智多飞沿道喺外搭。哇！呢只马今日翻嚟都可以同阿杨明飞飞影相啊，真系啊，都不愧系我心目中嘅爱驹，你知我好鬼中意啊，我好鬼中意呢只马嘅。好啦，睇下其他，咦？逐嶺風騷已經原來移咗，雖然係三檔喎，原來移咗上去三碟喎，呢、這個係咪有啲估唔到咧？喺佢入面系扬名飞飞，喂，睇下呢个直路头嘅时候，花月春风同埋呢个扬名飞飞嗰度系咪有少少挨挨笨笨先？嗯，花月春风都走开边噶，甜橙啊，直情今日咧索性啊留住喺后面啊，放弃早段啦。喂，只多明嚟拖下拖下咁拖到落去尾二入直路嘅喎。咁即系而家系二三名都系喺后面喎，二三四啊，系咯，二三四。即系花月春风系俾阿扬名飞飞顶到出去，走个四五碟啊！咁啊，結果喺嗰個位置就直路差啲啦。哇！呢只逐嶺風騷個咁樣今日睇，佢原來有可以咁多跑法噶，前領又得，後追又得噶喎。咁啊，其他點咧？哇！最起啊，包尾寶珊瑚都唔係咁多，幅度多，威威又冇乜滯。醒目精英就穿上嚟個位就好靚嘅，翻到嚟又唔多。
我睇翻个分段时间，头段13秒84，第二段22秒半，第三段24秒48，第四段24秒62，末段时间23秒。